你在这盯着啊！哎，我去撬保险柜。哎，没有人吧？别啊！哎呦，我害怕。你怕什么？警察，这是帽子。帽子我也害怕。哎呦，打一通。我说大哥，咱们在里头住了不少日子了，得有点法治观念呢。您别误会我，我是说化妆警察撬保险柜就是一个钱都不着，他也得判几年。我什么钱？让命！不准打瞌睡啊！不敢，好好盯着啊！在这盯着，快一点，手脚利索点。哎呦我天哪！哎呦，什么东西？同志，同志，借个火。借个火，火，火柴。这不是吗？打火机行吗？当然可以。打火机。同志别走，没点着啊。没点着，没点着，咱们得。你冷吗？你有病？有事儿？你有任务？有任务。我是这片管警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没敢告诉你们。那就是特殊任务了。对，对。是很特殊的任务。那我就不问了。您千万别问，你要是一问我非得告诉您不行啊。我不问不问。您走啊。啊？您慢走。我还没。您慢走。行，走。不再聊会儿了？再聊会儿？那就再聊会儿嘛。我说这个干什么？抽烟？抽烟吗？抽吧。不敢。不会啊。不会。同志，哪个派出所的？我啊，我啊，刚进去的时候是在派出所，后来不是啊，调分局了。就是啊，在分局住了不长日子，又调哪儿了？法院。在法院工作。我去了几趟，我就又调哪儿了？进了第四监狱了。调劳改局工作了。对，归那儿管。我说你们那儿劳改农场工作可是很辛苦啊。可不是嘛，真得干活啊。你们也干活啊？谁跑得了啊？那奖金一定很高吧？奖金啊？没有。补贴呢？还有补贴啊？怎么从来没人给过我呢？呀，这没有啊？假期长吧？那不可能给咱们假呀。那你们白干啊？能落个好就算不错了。你说我这么些年在里头拼死拼活的干，还不就是为了早一天离开那鬼地方？咱不能发牢骚啊！对，对，不能发牢骚。那你这出来，这不是我大哥让我放放风啊？特殊任务忘了，要保密，我老忘。同志，
同志，同志，没看我这说话呢。哎，不是有事儿吗？我没什么事儿。我没说你。哦，同志。哎，我问个路。哦，问路，问什么地方？幸福大街咋走呢？哦，幸福大街。幸福大街。顺着这条路上去，一直走。哦，往那面一拐就到了，知道吗？不清楚啊，就顺着这条路一直走，拐弯就到了。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路口有个街牌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哎，反了，这边。哎呀！没想到你还这么逗啊。我敢跟他逗吗？我那个应该干你们这行真是。哎，应该说干咱们这行。哦，对了，对，干咱们这行真是不错，你看人家对咱们多尊重啊。这和你们在劳改农场不一样啊。哎，完全不一样啊。在社会上，你只要是尊重别人，别人也就尊重你。只要尊重别人，别人就能尊重我。嗯，我们是人民警察吗？哦，对对对，看来你这位同志刚参加工作不久吧？可不是嘛，刚穿上这身衣服。那个同志，您呢？我不长啊，20年，我落他手里了。您多批评。批评了谈不上，看到不合适的我就想说两句。您说说。一个警察嘛，应该讲究一点仪表啊。你看你这个样子，怎么了？站都没个站相。我要挺胸昂头。你会不会挺胸昂头？就是这身衣服不像你的，您看出来了，这一看就像穿着别人的衣服吗？没错，我出来的时候太着急，随便摸了一件溜出来了，我也没试试合适不合适。你看，再说你这个看人吧，老像是在偷偷摸摸的看人。谁？我啊？我看人是偷偷摸摸的吗？你看看，没有啊。你看，要从眼睛中间看人。从眼睛中间啊，从这儿啊。那我说啊，从眼睛中间可什么都看不清了。你看着我，从眼睛中间。对，哎，你别对眼儿啊，你直视着我。哎，别走。哎，直视着我，说话。说什么？随便说。那我就全说了。说，本人陈小二，男，24岁，民族汉，家住罗官胡同104号，被捕前系小偷公司，住1路4路公共汽车特派员。真幽默呀！哎，你们那儿的犯人都这么说吧？啊，可不都这么说吗？所以你都背熟了吗？啊，是背熟了。你就是说话的时候啊，没有底气。这不是心里虚吗？你再说一遍。本人陈小二。哎，不不，你再说点别的。不会了。这么说吧，比方说，我们看见了一个犯罪分子，现在正在作案。啊，哎。我们看见一个犯罪分子正在作案，啊，哎，看不见呢。我说是比方说，不是比方，您怎么知道的？比方说，是有一个人。对，从实战出发，就是看见一个犯罪分子正在撬保险柜。对，您怎么知道？哎呀！你怎么这么胆小啊？我天生胆小。这时候你怎么办？和我没关系。不，有直接的关系。没有。有。我最多算协同。站住！
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哎呀，我没让你举手。哦，我没有，让你跟着我练习练习。哦，对呀，啊，练习练习。站住，不许动。我没动。举起手来。哎呀，我没让你呀，你看。我老以为说我呢。你试试。啊，对了，我是警察。哎，我是警察，我是警察。站住，不许动。那他要打我呢？哎呀，你还没等他动手，你就飞起一脚。慢点，直踢他的要害。这招管用吗？肯定灵。是吗？你试试。站住！你站！哎，你说话要有力量。有力。嗯。站住！哎呀，你冲着我来。我冲着您啊。您就好比你的对手，不敢。哎呀，怎么不敢呢？你看你是冲着我来，啊，冲着您啊！站住，行吗？你大点声啊！站住，好，不许动，不错，举起手来，再来。哎，哎呀，糟了，对不起，踢着您了吧？踢坏了没有？还好我练过。是吗？您可真棒啊。再教我一招吧。够用了。站住，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哎，您上哪儿去啊？我到那边去看看。您看什么去？我随便看看嘛。啊，随便看。碰的这么个笨蛋。哎，您说一会儿再见。笨蛋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站住，不许动，举起。哎，哈，需要帮助吗？我想要过马路。走，我扶你过去。走。不用你。走吧。不用你。哦，对，我是警察。你是警察？我是警察。你摸，摸到了吗？你真是警察？真的是。您等一下啊，停车，停下来，等一等，不许走了。说你呢，停车。有车吗？啊，当然，我都让他们停下来等着您呢。谢谢你，警察叔叔。哎呦，瞧您客气什么呀？这不是应该做的吗？那个什么，您扶着我。哎。咱们走啊！哎，慢点走啊！上马路沿，小心一点。好嘞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我是警察。我怎么了？需要帮助吗？我回家。哦，您回家啊？哦，回家是吧？啊，您认识回家的路？这条路我走了30年了。肯定认识。肯定认识。哎呀，同志，我可以走吗？啊，再见。哦，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啊，半夜的也没一个车过一过，让我指挥指挥。你看，小二，走啊！我是警察，需要帮助吗？哎呀，成了，快走啊！小偷，站住！我这你大伙什么你？不许动！我你大伙，举起手来！你跟我来这套！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手？什么时候？刚学的，不知道吧？哼！你干什么你？干什么？再来一下！喂，报告。抓住一个正在撬保险柜的罪犯。好，你应该把你们两个手铐在一起。啊，对对对，是这样。
没错，让你跑跑不了了。就他一个吗？一共两个。那个呢？在外面放风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事先商量好的，一个在里头撬保险柜，还有一个化妆警察外面放风。那个放风的呢？放风的，放风呢？陈小二到。性别男，年龄24岁，职业小偷公司，住一楼四路公共汽车。我是小偷，我是小偷吗？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我真的是小偷啊！我怎么会是小偷呢？我说别哭了，你还要立功表现吗？哎呀，不行！行了行了，你先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吧。谁拿你东西干什么？你翻了你啊！这不是钱包？习惯了。行了，咱们走吧。啊，走了啊，走。嗯。啊？啊，对。咱哥俩走吧。